真人进度我已经查过了啊，就是，不过从最后面开始讲回来也是不错啦，全新的开始嘛。所以就是像这些活动是啥物件，如果无的话，我都要继续介绍别的物件。哇，他有战意耶！不过我个人是很想要主线的，什么鬼啊！哦呦，不要引导我啦！不要吵，不要吵！我比较偏好这个玩法。但是我较犹豫，我即摆角色的态度，我即摆角色到底是会当赢袂啊？很担心他们。你那这个要去哪里拿？他也没有什么装备啊，什么鬼的？那这样这游戏真的很尴尬，这边真的很尴尬。也就是说，它只有等级，是不是？那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就看什么都可以打就知道。所以盾甲、钢盔、铁马甲、大将之风跟白号兵，这个蛮帅。可以主线吗？哇，这也太猛了吧！我有时候都忘记领支援了，是什么？这没得回事。他有命的 SLG 的引导啊，这很容易忘记。哎呀，好，那我们等下直接进入到实战哦。你看一下站不站得赢，然后再……可以跳过真的假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对，等一下啊，他跳过吸引到我了。看一下，这样子，好吧。这边有一个秘诀，就是战力优先。还可以再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这里就到这里吧。主要是角色的介绍。他也可以跳过五秒。我要胜负啊！
对，我都忘记是不是输了。哪有胜负难分啊？